踩高跷那女的，这家高山流水就知道我是踩高跷那女的，知道我扭个大秧歌是吧？我都挺长时间不扭了，说实话，到朝阳之后都不扭了。感谢开心送的人气票，就是嘎咋这么酸疼呢？就是老酸了，就是他这么酸，你胳膊还是有毛病，这酸比疼要多哈，酸比疼要多一些。哎呦，高山流水，昨晚上一百寿看大秧歌呢，感觉看跳过什么跳过。以前我最早是跳绳的，跳绳跳舞，然后那个又扭大秧歌，啥都几乎这些运动都做过吧。跳鬼步舞也跳过，最早的鬼步舞都跳过，大秧歌扭过，绳跳过。样样通，样样松，哪样没整好？最后反正是，原先挺瘦的，原先跳时候挺瘦的，原先我跳绳那功夫我才100多斤，现在一不跳了，家干到130了，你说？哎呀，疼吗？那不疼能叫揪啥吗？这不疼能好受吗？是不是？只有疼才好受啊！这是你的号，对，我两个号，我两个号，只要你一搜就搜，你一搜天使纠察理疗朝阳就搜出我的号，哪个号你能不能搜到我？高山流水是谁呢？你咋认识我呢？你也是扭大秧歌，是跳绳的。啊，不是的。厉害，这可是最疼的地方，200，这样揪的200。因为你不会揪呗，胜利者。哎呦哈，哈，挺疼的啊。我这是小号，那你那个号是啥号？咱们直播间的这号500多人了，家这号比这号人还多呢，这号才200人，这号现在600人，还是这个号流量人多呀，干600多人，最美其实，这嘎我截个屏啊，你揪我截个屏。谢谢，感谢关注，你就放那吧，就放那，就放那一种，你就放那放着吧。谢谢，感谢关注，就放那，就放那。你小点声，把你那小点声。一会儿再凉了。就放那放着。没声。上那吃点多去。还有呢。吃完了，哎呦，这疼！我这截屏啊，屏幕录制下来。这样揪完啥也肯定是舒服，那揪完了肯定是得劲儿舒服。感谢开心送人气票，谢谢。这号600多人了，对面号600多。
行，你真是的。好。
这边不好揪了，嗯，这边不好一揪样，了。这样也挺处的也挺好。这疼。对跑。对对跑。这就我这么有刚啊！这别人这么就早叫唤了，我真狠呐！不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你这不头一个，还有比我狠，啊、比我厉害的，比你厉害多了。对了，要是你得是站中间吧，我站中间。一般就疼啊，正疼呢，疼的。谢谢，感谢秋波送的粉丝灯牌，谢谢。我真没少给你的揪。没少揪着。就是男的跟女的得半半吧。感谢传统民间中医绝技点亮，感谢点亮，感谢幸福点亮，感谢辽蓝点亮，咱们给主播点亮小红心点亮，免费小红心点一点上一上，
你加入粉丝团的，加入粉丝团，咱们同城的喜欢主播的可以上主播刮痧拔罐，咱们不仅是灸痧，可以刮痧拔罐，调理一些颈椎病了、肩周炎、腰托什么的。咱们家主打就是灸痧，对这个肩周炎、腰托也是挺强项的，挺拿手的。咱们同城可以上我家拔拔大铜罐子，咱们家的罐在朝阳是仅此一家，第二家你都会找不到的。这罐子要么沈阳有，要么朝阳有。当然会了，海阔天空，能不会理疗店，能不会拔火罐吗？啥不会？你说，就内脏有毛病，咱整不了。让你揪一次啥多少？看你揪哪块。要揪脖子是50。揪着多疼，疼他为了好受跟着嘛疼。你光说疼，疼的东西多了。再疼咱就有生孩子疼，生孩子时候疼不疼？你说这人不也都生了吗？你说谁没生啊？你说对，多大罐都有，咱们家罐是相当大的。那生孩子是十度的疼级，十度，这才几度？这才三度，三度跟十度比差多些。对，多大罐都有，咱们家罐是大罐，不是那种普通玻璃罐。感谢关注，感谢点亮。我想救后背，可以啊。因为我揪着沙，你说话有时候不方便的，在疼着。还疼着，还得，哎呀，这个拽的脑瓜门子都疼，就这么。感谢分享，感谢关注，感谢点亮。揪着多疼，干啥不疼？你说，现在哪有不疼的事？谢谢，感谢分享。咱们喜欢主播点点亮，点点关注啊！咱们点点亮，小红心点一点，上一上。把屏幕上的东西去掉，意思不让我美颜呗。这屏幕上也没啥，其实。
把手抬起来。他把手抬起来。哎。就起来了。我歇一会儿。哦，这回没有美牙了，这回没有美牙了。谢谢，感谢春风送人一票，感谢点亮。你以为揪啥是很容易是吧？这一条上揪能好揪吗？你以为揪啥像刮痧似的，突突突干一片吗？这是一条条揪出来的。那你看都着急。歇会儿吧，不用歇。我录个屏啊，我录个屏，就录个屏。感谢关注，感谢点亮，咱们新进直播间的没主播点关注，点点关注，没加入粉丝团的加入粉丝团，有星光票给主播上点星光票，有小啤酒给主播上点小啤酒。谢谢，感谢送人一票。感谢陈哥送的城市票。那谁劲儿那么足，谁又只有那么大劲儿。感谢陈哥送的城市票。感谢关注。跟你没揪过啥，说也没懂，说也不懂。跟你没揪过啥，说就等歇会儿，歇会儿，剩两条，啊，抽根烟吧，抽烟歇会儿。嗯，不用你了，你忙着你。嗯。热乎吗？吃，你吃吧。不热。啊。不热。
可不，是不资本家家的。不是。嗯。行，我整吧，不用整，不用整，我整。还行吧，行，挺好。热不吃才好。那抽烟就有劲了。剩一条，剩两条的那是，是吧？嗯。下边不也得揪满了吧？下边还揪满呢。嗯。是吧？这只能是一条，两条你挤吧来。一条一条，别整那挤吧，挤又不好看。对的。一条挤的是挨着。嗯。揪的不止你揪，你天天揪，你揪籽，谁天天揪，谁有那么大火？这揪出红都不错了，还揪的籽，就长个嘴在那捋捋，你知道个啥？你说，天天揪啥能籽能黑吗？你以为一开始揪啥人吗？又黑又籽的。人啊，每年就不籽，你谁也挺籽了。嗯。这手机不有光吗？啥你也不是，啥也不知道，你说就这张个嘴瞎捋捋。谢谢，感谢送的城市票，把屏幕上送过去啊，录个屏。好了，你录吧。感谢春天154送的小可爱，谢谢，感谢点亮。对，是的。
感谢春天送的大啤酒，谢谢，感谢春天送的大啤酒。感谢春天，谢谢。感谢春天，谢谢。感谢点亮。咱们现在是一点美颜都没有，咱们素颜是吧？咱们素颜，其实主播是一个颜值主播，你说这一不开美颜多丑。谢谢，感谢春天送大啤酒，谢谢。啊，酒杀就自残了，那早时候你爷爷奶奶、你爹你妈都酒杀了，那也叫自残吗？啊，酒杀就自残了。动了。就是锁骨啥的。嗯。感谢春天送的可爱，谢谢。